哎，哎，老弟，我是你嫂子。哎，嫂子，你说，嫂子，问你个事儿哈，你哥是不是在外边有人了？那不能，嫂子，我跟我哥都属柳家慧的，都能坐怀不乱，那不能。那你说话怎么这么迟疑呢？老弟，你跟嫂子说实话，你也知道嫂子脾气不好啊。你要知道不告诉我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嫂子，我跟我哥那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兄弟，我能为我哥两肋插刀，你不用吓唬我。这样，老弟，我知道你最近手头紧，只要你说，我马上给你打10万块钱过去。不是，嫂子，你觉得我是个能为钱出卖兄弟的人吗？你也太小看人了吧。这样，你现在住着我家那套房子，嫂子也送给你了。嫂子，不是那么个事儿，我这么跟你说吧。就你说这些，在我们兄弟情谊面前，算得了什么？什么都不算，你知道吧？要不这样吧，晚上你来嫂子家，嫂子你好好聊聊，给你做点下酒菜，啊，嫂子陪你喝点，晚了你就住这儿吧，就别走了。不是嫂子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还晚了就住你那儿？你可想好了啊，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妈呀，还过这村没这店？行，嫂子，我同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等我啊，我这就过去找你啊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Tomorrow。哎，嫂子，那个我还知道点我哥其他的事儿，你看晚上我还能不能过去跟你再聊聊？不用了，你哥今天出殡，生前的事儿啊，咱就不提了啊。每克大金杯，拉完死人拉啊？那嫂先撂了啊，嫂这边有点忙啊。哎，嫂子，哎，这都整的什么事儿啊？哥哥，你在天堂一定得原谅弟弟，不是做弟弟的不是，实在是嫂子她太迷人了。